敢相信吗？金鹰奖颁奖典礼最忙的人竟然是周深。没办法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11月6号，第14届金鹰奖颁奖典礼，周深一人独霸7部提名电视剧主题曲。这次 OST 天王非周星星莫属了吧？是见你，找到你，和光同舞，奋不顾身的坎坷，和光同尘，不为生命而来，不为物而去。生活总该迎着光亮。太有牌面了，一口气连续演唱《光字篇》《和光同尘》《生活总该迎着光亮》3首歌曲的主题曲，歌舞与现场演绎的剧中片段相呼应，歌声不仅稳定，3首歌都传递着向光而行，给人以鼓舞和力量。周深的现场就是这么稳，3首歌不同的演唱难度，不同的情绪，但他一开口，听众也可以随歌声一秒入戏，他的声音和情绪很快就能与情景相融，他的歌声穿透力依然很强，把歌声真正唱到了别人的心里，好像又回到了这些经典电视剧的剧情之中，可谓是流水的电视剧，铁打的演唱者。早晨无期，昨夜想到你，那时一起走过街道森林，周深才是这届金鹰奖最大的惊喜吧。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来看，周深与光同行实时直播关注度7.411%，成卫视收视榜冠军，为周深感到骄傲开心。另外一个好消息，周深有你音乐榜最新一期让我见识了周深的统治力，花开忘忧成功的打破了有你音乐榜的连冠记录，成为有你榜历史第一支8连冠歌曲，并且周深还再度包揽了前3，4首歌曲进入前5，5首歌曲进入前8。不得不说一句，周深牛啊！多年历经漫长的蛰伏，终获成功，成为普通大众和主旋律心中的最受欢迎的歌手。周深在音乐方面的天赋和对音乐的热爱不必再多说，一路坎坷的历程和坚持也已经被大家所熟知和钦佩。他曾说，低谷期不要停下来，不然冷板凳会越坐越冷，所以没唱歌的时候他就在家坚持唱着，而之所以走到今天的辉煌，恰恰证明了有天赋更需要100%的热爱和坚持才能取得成功。周深曾说，大家在夸他的天赋，其实是在抹杀他的努力。是的，与天赋相比，努力和认真才是更重要的。他认真地对待每一首歌，每一个舞台，孜孜不倦地思考研究和学习音乐，他好像深知娱乐圈的瞬息万变，所以哪怕现在红了火了，依然不敢努力和认真的态度。还有看似懦弱其实很刚强的性格，注定了他会一直清醒，一直坚持自我，不会迷失。
有人说周深像猫咪一样，外表看上去软软弱弱的温顺乖巧，让人禁不住想抓一下，实则坚韧如丝，再加上极高的双商和极优秀的品行。可惜的是，双商是不能轻而易举就能通过学习拥有的，比如他可怕的语言天赋、幽默搞笑的魅力、急速接梗抛梗的能力、对歌曲透彻全面的理解。他出道多年，早已成为很多人生活里的一道光。好，我是英孚莎自律水乳中国区代言人周深，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， IPSA 入驻抖音了，欢迎关注 IPSA 英孚莎抖音官方旗舰店，我会为大家开启四季播报，持续带来四季护肤好物和 tips， 锁定 IPSA 抖音直播间，更有双十一爆品超值 offer， 狂欢不停歇，快来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饿了么时令官周深。今天是11月7号，立冬，也就是整个冬季的第一天。祝大家立冬快乐，天天开心。那么在这么有仪式感的日子里，当然要有美食的陪伴啦。宅在家里和家人朋友一起吃个热乎乎的火锅吧。打开饿了么，搜索时令官，大家一起迎接冬天，冬天快乐哦。